殿下，是东宫的人，东宫的兵马此时不是应该在玄武门内吗？是。我们入了太子的圈套。林行俭，你不顾死活了吗？曹王殿下，还是顾及自己的死活吧。来人，将逆胆拿下，听候陛下发落。是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 请问不要被李治的奸计所蒙蔽，人人得而诛之的逆贼分明是李治。如今，陛下已经发现他的真面目，并写下了诏书，将皇位传于本王。二位若是不信，大可随我进宫，一同觐见陛下。孰是孰非，孰真孰假，到时自见分晓。满口胡言！我是陛下钦定的太子，大唐储君。 陛下数日前曾册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为顾命大臣，辅佐我治国理政，这些都是世人皆知的事情。陛下何时说过要传皇位于你？简直是满口胡言！李治，这些都是陛下发现你真面目之前的事情。如今你已经在陛下面前败露，陛下发现你一直心存忤逆。 如何还会将皇位传于你？太子和曹王各执一词，臣等愿随两位殿下进宫，请陛下圣裁。对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进宫面见陛下，请陛下圣裁。只是不知李治，你有没有这个胆子一同觐见呢？笑话，我行得正坐得端，有何不敢？ 既然如此，咱们就一同进宫，请陛下圣裁。你还磨蹭什么？
秦剑说中了，此人是能解我们毒瘾之人。多年来，这牢房除了曹王、李明和宋范的婢子，从未有第三者进入。你们是何人？我和在这的一位小娘子，是受你制的毒药所害，找你。 当然是要解药来解除我们身上的毒瘾。老人家，看你的境遇，不难猜出你是被曹王囚禁于此。制毒害人，一定是被曹王所逼。你帮我们解毒，我们救你出去。从此，你再不要害人了，可好？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你们身上的毒。 无药可解，他们囚禁我在这里制毒，却从未让我研制过什么解药。至于我，早已是个活死人，从未想过出去。解药与我何用？ 众人听旨，儿臣接旨。圣旨在此，尔等还不跪下接旨？你们这是要抗旨吗？ 下诏令，太子李治穷凶极恶，悖逆弑父，有负社稷君恩，现废其太子之位。曹王李明才得兼备，至成至孝。朕弥留之际，即挽朝局于危难，扶社稷之将倾。朕谨告天地、宗庙、万民，受李明以册榜，立为皇太子，朕为东宫继承大统。 儿臣，领旨。陛下一定受奸人蒙蔽，我怎么可能弑父？更不可能行悖逆之事。我要见陛下。圣旨在此，李治，你胆敢抗旨？来人呐，把李治给我拿下！如若反抗，格杀勿论。谁敢？ 实话告诉你，陛下现已驾崩。这不可能！老天佑我大唐，让陛下驾崩之前，察觉到李治买通前任内侍总管高权，下药毒害父君之事，所以改立太子，将江山托付给德才兼备的曹王李明。 我不信，我见陛下。哼！陛下驾崩千真万确，还不是拜你和高权联手下毒所赐？杨妃，谋害陛下是何等大罪，仅能凭您一己之言，就想给太子扣上这么大的罪名？ 老臣身为顾命之首，却从未听陛下提及此事。至于遗诏一说，是真是假，还有待鉴别。李治是如何买通高权毒害陛下？陛下又是如何发现？心痛之极，为了社稷万民着想，强拖病体改立太子的全过程，现任内侍总管潘景海一清二楚。 可以为证。潘景海，该是你为陛下尽忠，将李治的真面目公之于众的时候了。
陛下，您还是把我带过去吧，到那边，潘青海还伺候您。杨妃饶命！杨妃饶命！我虽贪财，爱慕虚荣，但是我手上可从来没有沾染过一个人的血，又怎敢弑君呢？没用的东西！事已至此，你以为毒药不是你亲手喂的，就与你无关吗？别说潘青海现在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就算他开口，就凭一个内侍的说辞，如何能信？太子言之有理，杨妃，你说的两件事，太子弑父和改立曹王为太子，都太过重大，恕老臣等不能完全听信你的一面之词。长孙无忌，你这是何意？太子反了，你们也跟着反了是吗？还是说你们早已跟他勾结在一起，他弑君，你们也参与了一份？别说你这些大道理了，杀身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借的毒就得你来解。你若不想办法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放开老人家，我知道你不想出去，你也不怕死，可是刚才你说自己一身罪孽，我就知道你并非泯灭良知之人，制毒害人也是被人逼迫。我还记得小时候阿娘给我说过周处除三害的故事，其中有两句我至今记忆犹新，一句为欲自修而年已蹉跎，恐将无及；另一句为古人贵朝闻夕死，况君前途尚可，且人患置之不利，亦何忧，令名不彰也。老人家，你一身之药绝学，琉璃恳请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二人，也算是为你自己赎一点罪孽。你阿娘定是个胸怀宽广、学识渊博之人，她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很有道理啊。琉璃的阿娘正是之前上福局的安大家，她是被奸人所害，琉璃一心为母亲报仇，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是安大家的女儿？正是。老人家，您认识我阿娘？何止是认识，我和你阿娘也算是忘年之交啊。当年在宫里，我是最好的药师，安大家是最好的制衣之人。我们都厌倦了宫里的生活，都想着辞官出宫，去过寻常人家的生活。你阿娘离宫不久，我也择机辞了官职。谁料刚一出宫就被曹王所捉，被关在这地牢里，专为他制毒。后来我的眼睛就慢慢瞎了，这日复一日的被他所逼，继续作孽呀。你就是当年的药王？你是药王？我是不入院的孙德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孙内侍，记得，当然记得呀。老人家，你放心，我们救你出去，一起去陛下面前揭露曹王的恶行。陛下，曹王阴险，曾命我制一味毒药，那毒药必为陛下所用，只怕就在今日啊。老臣是看着太子长大的，太子贤良仁厚，深得陛下喜爱，老臣绝不相信太子会做出弑父谋反之事。倘若有人胆敢设计陷害太子，玷污太子清白，陷太子于不仁不义，臣等绝不会袖手旁观。长孙无忌，你是已故长孙皇后的同胞兄长，李治的亲舅父，自然与他沆瀣一气，
说不定李治谋逆弑父就是你在背后出的主意。李治毒杀陛下，当然是因为等不及，想早一点坐上皇位。今日我就替陛下清理门户。来人，把长孙无忌和李治一头拿下。是，敢。褚遂良，你若再敢阻拦，也一头拿下。杨妃，老臣辅佐陛下三十余载，深受陛下信任，又是陛下指定的顾命大臣，岂是你空口无凭就能诋毁的吗？潘景海、丹青、花青都可以证明我母亲所言，遗诏的笔迹各位大臣可以鉴定真伪。笔迹可以造假，几个内侍和宫女都是你们母子的亲信，让他们作证如何可信？站住！什么人？小豆子求见杨妃，太子有十万火急的事情禀报。陛下驾崩，闲杂人等一律让他进来。小豆子，你不是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要禀告我吗？说吧。陛下并未驾崩。只要大家一起去面见陛下，谁谋逆，谁忠孝，陛下自有定论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陛下到底是死是活？是谁要谋害陛下？只要大家一起去陛下跟前，自然就明了了。陛下驾崩，岂容你在这胡言乱语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杖毙。放肆！别忘了这里是在甘露殿门前。杨妃，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想要杀人灭口吗？下，所以我在给曹王让我做的毒药里动了心思。我交给曹王的并非是毒药，而是催眠用的安魂药啊。谢谢老人家的仁慈，留了一代太子裴行俭，还有大唐子民，谢谢您。你别急着谢我，毕竟我和你娘有段交情，我也不想让你受到任何危险，你听老朽一句劝，不要趟这趟浑水。陛下阳寿已尽，此事更是经不起半点折腾，随时可能驾鹤西去。你这是进宫，如果运气不好碰上圣上驾崩，你不是白搭一条性命吗？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必须去。我不能眼看着太子和裴行俭掉入陷阱，我要去救他们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来人呐，
通知河宫上下，陛下驾崩，准备后事。大胆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是狱官出身，我可以为陛下把脉。宫内御医众多，岂能轮得到你？小豆子，过来。陛下还有脉搏，陛下没有死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杨妃，陛下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么丑。怎么都在这儿？陛下，陛下您醒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。侄儿，你怎么哭了？你是未来大唐之主，体岂不让人笑话？陛下，您若再不醒来，太子殿下就被人冤死了。何出此言？陛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刚才杨妃已经宣布陛下您驾崩了，并当众宣读了遗诏，废太子李治，永求掖庭，改立曹王为太子啊。陛下，您慢点。您慢点。真有此事？假传圣旨，另立太子，宣布朕已驾崩吗？然后准备将朕怎么样？掐死？毒死吗？不不不！陛下圣明，请陛下过目。息怒，是臣妾无知，臣妾是真的以为陛下走了，伤心不已，才不得不宣布消息。至于遗诏之事，是因为臣妾察觉到太子有谋逆之心，不忠不孝。可是臣妾一介深宫妇人，众臣们又是太子的亲信，自然不会听臣妾的一面之词。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，臣妾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这么说，朕还要感谢你们母子对朕一片赤诚，替朕料理后事了。陛下，陛下，不要激动。朕没事，朕暂时还死不了。陛下，臣妾所言句句属实。太子谋逆，陛下又昏迷不醒，臣妾一时乱了方寸，才要代陛下教训太子。
口口声声说太子谋逆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太子披风内穿着五爪龙袍，谋逆之心昭然若揭。陛下圣明，只要现在验看，就能证明臣妾所言不虚。这个豆子和小豆子之前绣的不一样，为何多了一点？就是这里多了一点。这蟒袍上多绣了一爪。四爪为蟒，五爪为龙。曹王母子太歹毒，这看似不易察觉的一点，我若穿上这袍子，就是谋逆犯上。小豆子一定是被逼无奈，才想出这个办法，提醒殿下。还好小豆子机灵，还好有守约你，猜破了小豆子的谜题，否则我就陷入了万丈深渊。陛下。儿臣穿的是四爪蟒袍，儿臣从来没有不忠不孝之心，怎么会在服饰上僭越？杨妃，你都看见了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曹王殿下，你的府兵也被我悉数拿下，大势已去，就不要白费力气了。陛下，事已至此，真相大白，谋逆者并非太子殿下，而是曹王和杨妃。王振宠你这么多年，你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启禀陛下，方才曹王在院中发射响箭，为其驻扎在太极宫外的兵士传递信号，已被左卫律裴行俭拿下，听候圣裁。杨妃。这么多年的好儿子，好儿子，好儿子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今日所有谋逆之事，都是臣妾一人所为，与明儿无关。
重疾在身，已时日无多。臣妾知道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微妙，虽受陛下恩宠，却也饱受非议。有陛下在，他人自然不敢对明儿怎样。可是，陛下与臣妾的身子都朝不保夕，明儿与太子又素来不和，臣妾怕，臣妾怕我们走了以后，明儿性命难保，所以才会出此下策。陛下，求陛下开恩，惩罚臣妾一人，念在父子天伦上，饶过明儿。朕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传朕口谕，将杨妃、曹王分别幽禁，交由太子查清此事，此乃朕家事。皇家丑闻传出去，有伤天朝尊严。仲卿，管好自己的嘴，不许对外泄露。谨遵陛下口谕。小心，殿下，小心点。小豆子，小豆子，小豆子，传太医去东宫。小豆子，快走。是。殿下，稍安勿躁，太医院两位太医令都在这儿，殿下不要过于忧虑。蒋太医，臣医术浅薄，不敢胡说。回殿下，臣医术不深，实在是不敢在您面前乱讲。两位太医，我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，向来最讨厌那种故弄玄虚、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。小豆子的病情无论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你们都不妨直说。实话告诉你们，这个小豆子曾经多次救我性命，是我极为重视之人。他的病情如果你们敢有半分隐瞒，我一定重重治你们的罪。小豆子的病情，今天你们不给我说出个一二来，就别想离开这东宫了。殿下恕罪，殿下恕罪啊。说。臣死罪，臣不敢探问太子殿下的隐私，只为治病救人。斗胆，请太子殿下明示。小豆子是女儿之身，对吧？这男女体质、体性，天地之别。医者在下药诊治之前，若不能分清楚患者是男是女，是根本治不了病、救不了命的呀。这小豆子明明是男子，怎么可能是女儿身？回殿下，这男子阳有余，脉在上，使脉必弱，
女子因有余脉在下，寸脉必微。从这脉象上看，这小豆子必是女子无疑啊。姿势体大，两位太医可别看走了眼啊。难道太子真不知道小豆子是女儿之身？我们瞧，太子对小豆子如此紧张，以为殿下是另有内情，所以刻意隐瞒了小豆子是个女子。可现在小豆子病情危重，若不能确认性别，臣等实在是不敢轻易下药诊治啊。殿下，曹王叛军已处置妥当，已经移交大理寺审问备案。殿下，小豆子确实是女儿身，情况紧急，烦请太医先救小豆子性命。至于其中的隐情，容卑职向殿下禀告。小豆子是女儿身，守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跟我说。方才的话你们听到了吗？小豆子是女儿身，她是女子。小豆子我就拜托二位了，烦请二位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。守月，跟我来。是。殿下，这就是琉璃的身世，她隐姓埋名，藏身于深宫的无奈和心酸，卑职都告诉您了。卑职恳请太子，念在琉璃位卑世孤，一心坚持正义，多次救殿下于危难的份上，原谅他的欺瞒之罪。守月，你可明白，我知道小豆子是女儿身，我有多高兴。殿下，您不怪罪琉璃吗？自然不会。卑职替琉璃谢过殿下的宽宥。我非但不会怪罪琉璃，相反，琉璃的仇，琉璃阿娘的冤，我都会替她做主。守月，你说的对，琉璃未被世孤，危险重重，却一直向善而生，从来没放弃过对事实和真相的追求，我绝不会让她失望的。谢殿下。守月，阿胜，我要你们俩分别替我办一件事。是。是。如何了？奴婢刚才为他服下汤药，两位太医说是否能醒来，还需等一等，看一下药效如何。下去吧。是。陛下没有死，陛下没有死，陛下没有死，太子是被诬陷的，太子是被诬陷的。琉璃，我没事，陛下也没事，你放心，好好养病。生得这般好看，世间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看的男子？
那日之事，旁人都以为我是受迷香所害，可我知道自己是动了真心。迷香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迷惑我的心智？说来可笑，从那以后我终日惶恐难安，想见你却害怕见你。见花